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动物观察员。今天给巴西龟喂食一点三文鱼的边角料，也是第一次喂它吃三文鱼，它会不会喜欢吃呢？来来来，小龟龟吃鱼了，一口咬住，吃咬住就想跑，被我抢回来了，得多跟它互动一下才行。不然他不听我的话。吃完了，还盯着这两块。这个不是给你的，这个是给小鳄龟的，逗一下你，吃不着，吃不着，吃不着，你吃不着，不给你吃，吃不着。